唐昊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因为我是姓唐，而你姓赵，今天我们之间一定要死一个。这里是黄金万两，用来购买大风堂堂主的人头的。江湖上的规矩，你不杀人，人就杀你。我不管人家杀不杀我，我先杀他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唐家堡整个毁掉。还有一个火药弹。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，你的心充满了仇恨。